What's your message to foreign friends who aspire to work and live on the China Space Station? 我也特别的希望，广大有太空梦想的非洲孩子们，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科技工作者，未来有机会能够到中国空间站访问，探索宇宙是人类共同的事业，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为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。